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姚。我们现在打一封的灾厄级哦，那这边带大家用最新的妖精一趴大奖梅乐蒂来通关哦。那我这边副队长配的是那个哦，配的是潘朵拉，对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这样的配法。好来，那这边几件事情注意哦，我等一下会用到这个减 CD 的羁绊啊。其实没有洛达椅也没关系啊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触发这个减 CD 没关系哦，只是第一关你可能会打得稍微辛苦，然后有的话你第一关就可以爽爽排猪了。好啊，龙科我是带九峰，剩下就看你自己要带蛋糕还是妖精武装。斯拉龟我是极度建议带那个啦，妖精的腐化龙科哦，打出去伤害真的很痛。好来，第一关这边我们就直接抓梅乐蒂，然后不要烧到他，触发减 CD 哦。好，来第二回合，第一关刚好进关 CD 4，直接让你做一个爽爽的三回合开招。对，没错，来这边就直接开下去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排猪喽，超爽的，再也不怕手电筒了。啊，多消一点，因为我等一下要累积那个龙脉仪哈，我们等一下会用到龙科啊，所以要稍微把这个龙脉仪集满一些些。好，来第一关这边带走。后来接着第二关哦，第二关这边我们就是把那个翡翠打开，欸，然后不要去削到木珠，然后一样尽量去把浮石多削一点哦。呵，安内应该歇赛，稍微叠一下，然后把木珠稍微叠一下。它这一次是攻前盾，然后有一个木浮石的复印哦，还算蛮麻烦的，就你没有削到它，等一下会复印越来越多个。好来，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把那个木珠叠一叠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带走了齁。啊，叠珠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直着叠啦，因为这样子掉下来至少还有三颗可以去发动消除齁。好来，这边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二血齁，就开潘朵拉点火。好，然后接着开这一只，选择一样是火，无视拼图哦。啊，这个只有他自己可以无视哦，所以如果你要排猪的话，也是稍微注意一下下。好啊，你要让他多追打一下吗？是也不用，因为追打那一下也是光哦。潘朵拉追打火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哎啊，你如果自己想要再把这个火拼进去，你想要全队都打出伤害，其实也可以啦。对啊，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做选择哦。反正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削到木，不然你会被反弹打死哦。好啊，转完我们就去把龙克打开。我有帮大家试啦，基本上用无视的是打得过去，因为你还有一只列地西亚，也是火属妖精在打哦，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啦。好来，这边。哦，那也先跟大家讲，这个通关影片应该会蛮长的哦，因为排猪很花时间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哦。好，第三关，好，斯拉龟先不要开哦，因为等一下一样会被弄掉。来，第三关这边我看一下哦，手消全木跟全暗，哇，哦啊，这时候就偏偏有一种要给你卡猪，好啦，翡翠关掉，木跟暗有都有，太好了，好啊，就去把它消到就好了哈。对，这个都叫你用排的，你再排不到那个我会揍你哦。好，这边两只一起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第四关哦，来第四关这边我可以建议你啊，还是三康四康的时候，你可以把梅乐蒂稍微关掉一下下哈，要不然太拖时间了。来，一开始三康，好，这边就转三康，啊，你转对它就会自己自残这样子。好，来四康哦，四康，对，四康也还在忍受范围内啦，所以就自己稍微转一下。啊，等到五康你真的不行了，你就把那个开下去排猪没关系。这边把翡翠补回来哈，武康你真的不行就直接开下去排哦，你不要勉强自己哈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
来，接着六康，一二，一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好。我是建议大家真的都用牌的啦，因为我不想要让通关影片拖太长才这样子做齁。好啦，来七康我真的也放弃了好不好，来这边抓一个角色猪下来齁，不要削到他，因为触发减 CD 齁，因为我们才刚把它打开啦，比较麻烦，等一下又要 等好一阵子才能开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边只有六，来七康 OK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带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齁。来第五关，好，第五关这个算是相当麻烦的一个小地方啊，这个虚之印记齁。好啦，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的翡翠齁那个 CD 剩蛮少，你就先把它关掉没关系，反正这边一开始我们也是要先去击破它这个30下。好，这边的话就把那个暗珠你可以放到上面这边来啦，等一下让它直接转掉，然后你用角色珠把它盖掉这样子齁。来啊，这边的话，对，如果还只有少少的是没关系。不过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哦，要去回护盾，所以这边也是稍微转大力一些些，稍微就好。然后你一样可以把这个放在最上面，然后你用角色珠去把它盖掉哦，用木珠来盖好了。哇，盖不到了。好啦，总之这边就尽量吧。欸，他转新妖墙可以把它直接转掉，真的假的啊？我刚有没有看错啊？是我看错吗？我希望是我看错呢，可以转掉也太变态了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现在有两颗，欸，一颗在那个光妖底下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原本有的盖不掉，然后如果是还没有附上的就转得掉了这样子。好啦，来这边的话把翡翠再打开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用潘朵拉加速一下下齁，然后你就随便选一个，看你要打什么属性都可以。好，这边就不要让暗珠去削到就好了齁。来就不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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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呵呵超危险示范，因为他有一些已经被转掉了。打妹打妹打妹，吓死我了。好啦，来这边的话把斯拉龟打开哦，啊注意哦，这个就真的不要再削到哦，你现在再削到就不是闹着玩的了齁，会死掉。你不管有没有就是你削到十个啦，你下一回合不管有没有转珠都会直接死去哦，所以记得稍微看一下，不要白目啊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打穿过去没问题。来接着二血齁，这边的话是五鼠强化，然后不能消三鼠，这边我们就用烈地西亚来无视五鼠。好，然后把梅乐地再做一个关开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场上只有六颗火珠哦，你不要跟我说这样你还会手消到火珠，我会揍你，对，一样揍你齁。好，这边我们可以把珠子撸一撸变成那个妖族珠，让那个比较好输出齁。让那个斯拉龟比较好输出。好，来这边也是直接涂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接着第六关好，第六关这边懒人包就是只能手消水跟心齁，所以你剩下都可以去用叠的没关系。OK， 这边也直接带过去。来，接着第七关，这边也算是小麻烦的地方齁。好，这边不能手消到水，然后等下二血才是真正麻烦的地方齁，它是手消多种减伤啊，然后越战越强。好，
来 ，OK， 这边直接打穿出去。来，接着二血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哦。那这边就是直接去手消新珠就好了，剩下都不要去动它哦。你剩下你可以稍微去叠啦哦，但是你叠也要叠好一点，你不要叠到那种歪七扭八，四不像就很麻烦了。好，这边有被减伤 25%、哦、不过没关系，你看到伤害还是直接贯穿过去，所以如果你有跌到心，他减伤 0%， 你只有手消心啊，他减伤 0% 是绝对带得走的。好，来手消全火跟全水，好，来这边带走没问题。来接着手消指定七康哦，啊最后有停在火焰地就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有点丑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有转到就好了哦。OK， 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来接着王一这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讲哦，他是要消不一样的，而且整版都要撸成黑白。你如果怕你真的弄到一半不小心手放开，你赶快把梅乐蒂关掉哈、哦。好啊，这边消四种不一样的，我来找一下哈。来，我消个水火，哎，我找一下水火光暗好了。好，其实心也可以用啦，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去转心这样子而已哈、哦。光暗，然后水。好，这样子四康 ，OK。好，来接着二血哈，来二血这边你就可以再把梅乐蒂打开了。好啊，这边就直接看你遇到几康，你就去排几康的新珠，就这样子而已哈。哎，如果真的觉得太莫名其妙，你要把这个裂地西亚哦，这个固定版面再叫出来也是可以哦，但是你自己稍微小心，这个我不敢做保证哈。好，我这边刚好是遇到三康啦，所以我就直接排珠了哈。这个雾啊，你不要弄到100%，其实都 OK 啊，因为你弄到100%是直接死去哦，不管你有没有转珠都直接死。好，这边三康。好啦，以上这边就是全新的一趴大奖梅乐蒂通关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。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